高尔夫球与交易有非常多相关的地方。如果你以交易为生的话，我建议你也打打高尔夫球。先看一个实例，大家知道我做短线交易，一般情况三五十点的利润已经算多的了。这是最近一个月做的交易，盈利超过350点。能够达到盈利大幅度提升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把我在开发功夫熊猫高尔夫挥杆法过程中领悟到的道理运用到了交易上。当然我能开发出一套独创的高尔夫球挥杆法，并且在短期内取得重大进步，也与我多年交易中形成的独立思考、分析和纠错能力有密切关系。这一集是我做的第八集高尔夫球与交易，是因为我发现这两者之间有非常正面的相关联系，所以特别建议交易员，无论你暂时有没有兴趣或者条件，都应该试着尝试创造条件，参加这一项能够让你身心更健康，并且能够帮助你稳定盈利的高尔夫运动。谢谢收看，下次见。